大家好，又到了前年冬季行路最开，九月最路气行呢将年格夜，包括传统将行路作为天师转两边眼的表定，动手白路最开，路眼自白，到开手行路就是路气行呢将年格为顺。虽然南方唔比北方晓明啊，但过了行路，天师油量转向，大家还是得再注意保暖，尤其是买北脚卡，以防寒虫作祟。行路时期的天文活动有好多，比如那爬山看暗月，行路临近电影，行路过后会凉爽降温，吹暗北方的风月。所以，趁这个时期赏暗月，就是南方到秋季出游的重头戏。再比如到南方地区，南方除了赏菊花、食海之外，还有秋场的活动，这是因为行路过后气温下降，许多清水区碰到热，就会游去水温有关的浅水区，比较过上高，所以民间有秋场病的说法。最后啊，让咱来分享通过行路到行路时阵出游看到的清美环境，目不庸。新开行路站，燕鼻醉干安，燕色人香果，咸影无自担。彩干花朵满，香麦果丝甜。望得群来退，无令